竹声声，求你降临，从至高的天庭放射你的光明，穷人的赐福求你降临，恩宠的施主求最会慰藉人心的声声，你是我们衷心欢迎的嘉宾，你是人生旅途舒适的庇荫，心灵真光求你降临。Thank you.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我们在上课之前跟大家纠正一个错误。我在25课的时候讲到关于平安礼的时候，这个地方，祝平安礼时可以念祝你平安，对方可以说也祝你平安。我这里写了个不知道为什么写了个103号，不是弥撒经书总论的。我写错了，我现在改过来了。这是154号《弥撒经书总论》154号啊，请大家如果在看的时候注意一下。好，那我们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圣言宣读员的培训，关于圣言宣读员的注意事项、圣言宣读员的职务注意事项、他应做的准备。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接着把这一个课件学习完，就是，圣言宣读员该怎么样去宣读，宣读的技巧。圣言宣读员，我们上一节课学习了，不是很简单的去读，能让大家听清楚。能听明白，这就达到了读经的效果，而且读经员就完成了任务，就是一位合格的读经员。不是的，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不少，那我们看一下宣读该怎样去宣读呢？首先是运用声调语句的技巧，声调的运用，我们首先就是说，不是念书式的读，使人昏昏欲睡，有的时候一口气儿就标点符号也没有，逗号、句号都没有啊，就从一开始第一句，然后攻读圣保禄总统致罗马人书，弟兄们，你们怎么怎么样，就是一点都没有停顿啊。有的时候读错了，再重新再来回再读一下啊。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我去参与弥撒，应该也得有20多岁吧，一听就是没有准备，一听就是很紧张。啊，读经老是一会儿回去，一会儿重，一会儿回去，再重复那2个字，一会儿重复那一句话，就是听起来很费劲，很不舒服。所以我们要记住，要应该，宣读员提前要准备好，而且是禁止念书式的读，注意自己是在宣读圣言，必须按照宣读的经文的意义。来调整音调音量。那么下面呢，我们就不一句一句的来读了。我们内容很多，所以下来以后我已经发到群里边了，关于圣言宣读员的培训。更多的内容在公众号里边也都可以搜查到，可以自己搜索一下也行。另外就是我们该怎么样这个注意宣读的技巧呢？就是改变宣读的速度。通常，一般而言，我们如果速度读得越快，声调越高，就很容易就是出错所以就忽略了这个字句的意义了。所以通常呢，读的时候就稍微放慢一点把重点读出来。那么就是稍慢的速度，对宣读来说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借着这个速度的变化呢，来调节宣读的方式。如果在这个一段里边有表示兴奋的地方，那么可能就读得稍微快一些，稍微声音大一点。那么在重点的语句或者分别段落的时候呢，就适当的调慢一点，以显示它的重要。另外，第二点，改变音调的高低。那么，肯定是要根据经文的意思而变化音调的高低了啊，比如说提高音调来表示情节的高潮啊，又以低音调来表示庄重严肃啊，放慢一点。
第三一点，改变宣读的音量。宣读时要留意音量大小啊，要维持基本的中间音量啊。虽然我们说声音小，也是相对来说比高音的时候稍微小，也不是说把声音放太低，以至于大家听不清或是听不到。以轻声来表达柔和并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以洪亮的大声来强调重点。嗯，所以这样读起来大家就会容易听明白你所读的内容啊。第二点，要有停顿，在宣读的时候停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定不要着急停顿啊，就是停顿了，那也不是说我们就是那么刻意的为了停顿而停顿，听起来很不自然，好像故意的在这里停顿一下然后再读，就不感觉也不连贯啊，也不是故意的不发声，而是更能吸引听众的注意啊。排山倒海式的宣读令人双耳眷泪，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看着了。总之我们宣读的之前一定要做相应的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不一定，我们也没有什么太标准的了啊。总之我们就是让大家听着舒服，让大家听的每一句话能够渗入到听入耳入心啊，能够听完了以后大家能记住大概意思啊就行了。而且大家听的时候不是那个什么的啊，就是很专心的能听你读下去，这就不错了。读经前听析一下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在那个标题前要有一个标题，有一个结束，都稍微停顿一下啊，不是静默片刻，而是稍微停顿一下，就是让大家注意你今天所读的啊是哪封书信啊，是哪部圣经，是圣经当中的哪个哪一部书等等，这就大家就能够提高注意力，所以注意力安定以后啊，就集中在你的读经的内容上了，再开始宣读。宣读的停顿，这就是在准备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如果刚刚在接受宣读圣言宣读员培训的时候呢，可能就需要下功夫一点，慢慢习惯了呢，自己都有圣经，那么在准备经文的时候呢，就已经划分出来段落，即便不用笔画，也就基本上自己脑子里边已经记住了在哪个，因为已经读了。我去一个地方培养宣读员，我让他们那个时候在至少在我期间我们在的时候，我们举行弥撒，建议大家至少读十遍的，因为你读十遍，几乎你即便你不太懂，我们中国人还说读书百遍，其义自现，是吧？读十遍，我们圣经大部分都还算熟悉了啊，所以读十遍基本上大概意思也就知道了，所以就不太容易出错了啊。所以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呢，基本在脑子里边也就知道在哪里停顿啊，在哪里要哪是重点啊，基本上就已经画了。如果要是需要的话，也可以自己的圣经也可以做一点小的标记。强调式的停顿，停顿可以用来强调既要宣读的字和句，并产生冲击性的效果，但要留意如停顿的太多也会令人觉得支离破碎难以理解，所以这个就是要注意了。第三点，问句运用的技巧。遇着问句时，有些人仍一贯的平铺直述，就是听不出来是问话啊，还是这样读，没有任何的语调啊，所以有很多人习惯只将最后一个字的音韵提高来解决啊，这都不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就是要练习了。那么在就是问句的时候呢，那个呢吗啊，这个就轻轻的一带，就会容易让别人听出来你说的这是你读的这是一句问话。那么第二个是表达，
那么表达的时候就是要重要的一点就是集中精神了。圣言宣读员无论在工作、家庭、感情或任何方面都可能有困扰，但是在宣读圣言的时候要集中精力的完全在宣读天主圣言，让天主的话就是借着你的口传递给他的子民啊，所以就把先把工作、生活一些不顺心的、高兴的等等一些事情都先放在一边，先集中精力把这个经文读好是很重要的啊。首先要清楚自己在读什么，明白自己进的什么职务啊。如果读错了啊，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不是特别大的影响，就不要再重复了。如果要是有大的影响，那么就要再重读，这都是应该是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啊，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每一次成了习惯了，都读的又读的着急，又来回的重复，一直在读错字、读错句啊，所以就显得让别人听起来很烦躁，听不下去了。面部表情也需要注意的，面部表情要和经文的感情要配合，不要太夸张，太夸张和造作啊！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位读经员真的是太夸张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也得有三四十岁的一位女性信友，她读的时候，你说她笑吧，好像就是很牵强的那种笑，然后呢，打扮的还挺夸张。表现的就是很不自然，所以就对听众呢就有的时候会有影响的。虽然不是必须的要微笑，但是也不是说刻意的去笑，但是也要注意面部表情和我们所读的经文是有所就是配合的。眼神也是一样，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清楚了圣言宣读员他是在宣读天主圣言，是在向此时此刻在座的每一位在传递天主的信息，那么是一个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方式，所以要不他不是自己单独的在那里读经，读完了这段读经就回去了，不是的啊，所以要有跟大家有互动的这个时候啊，虽然不是说读一句读几个字就看一下会众，但是也要差不多会经常的跟大家有这样一个互动，读到尤其是强调的句子的时候啊，读经的时候以适度的和台下的聆听者以目光保持联系啊，这样大家知道，就像我如果上课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在说话，我在讲课，我不能低着头或者是直接看我的电脑或者看投影，我要跟在座的会众我在就是讲要看大家说话，他知道你是在跟他说话，你跟他有一份关系。虽然我现在上课在办公室只我一个人，但是呢我经常还是抬起头来看空气，还是在屋子里，在这个房间里边其实就好像是面对着，因为我每次我都看一下有谁，差不多固定的这点人基本上这忠实的听众啊，我差不多都差不多知道了，所以我知道这些固定的这些听众每次都会听，所以我就是针对这些人在说话啊，而且是此时此刻的从内心里边向你们就是分享这个礼仪课程的啊，所以要有一份关系，所以我这样一个人讲课现在延长到了一个半小时，我不烦，我也没有说心情快点讲，凑合的讲完了就算了，就没事了，不是的，我要很负责任的很用心的去享受和大家这种沟通的这种就是分享课程的这个过程是很好的。下一点，语气坚定，所以圣言宣读员他所读的宣读的就是天主圣言，就是天主的话，所以没有什么犹豫啊怀疑什么啊，或者是语气不坚定口齿也不清晰表达的就是让人似懂非懂，又能听个音儿又听不出来在说什么，
不要那样啊，我们要真的特别的妥当的准备，去熟悉每一句经文，然后站在读经台上，我们就有信心在就是去宣读。所以这就有赖于读经员在读经前要做平时的练习，和在读经前做的那个充足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注意，圣言宣读员千万不能拿着一页单章或单本小册做宣读圣言时的用书，有失尊敬。当然这个应该是很少了，可能大部分地方因为没有买读经集，上次我上课完了之后，有一位神父马上就问我联系读经集，我发到群里了。每次都是上完课以后都有特别重视礼仪，而且发现这个重要的就是按着我们教会的这个礼规去走了，那马上神父就买了十几本啊，有的就买的更多。就是既然我们教会这样要求，我现在知道了，那么我就去做啊。还有一位神父说，我都不知道，我圣神父的时候，人家送我那么一个小盘子，不太合乎标准，就是做圣坛用。但是我虽然用了20多年了，但是听完讲课以后，那是接触圣体的圣坛，我们要用就是比较华丽的珍贵的教会允许的那个就是圣坛圣爵。马上就换了，虽然用了20多年，但是以前不知道那么简陋，那么很平常的一个盘子，好像和我们平时在饭桌上用的盘子差别不是特别大的，比如说，那么现在知道了，马上就换了。所以我就真的当神父跟我这样分享的时候，我就想真的是很需要去学习，让更多的弟兄姐妹去明白礼仪的神圣。那么礼仪这么神圣，那么我们所使用的物品啊，我们所使用的礼书啊，在礼仪当中所使用的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神圣的，都应该是专用的，都应该是美观的，应该是清洁的。那么我们知道了，就慢慢的一点点的去改。圣言宣读员啊，这是我们要有习惯从圣经或者弥撒读经集中宣读圣言。啊，尤其是在礼仪当中，我们最好我们使用专门的礼书，礼仪当中就用礼书。那我们私下呢，就可以用手机，在尤其是我们在出门旅行当中不方便携带，那么用手机也是可以的。但是在礼仪当中是禁止用这些电子设备的。今日弥撒中读经礼的举行，凡尔弥撒中的圣经选读，其精神是尽量的把整本圣经最重要的珍贵的部分提供给信友聆听。这是在凡尔以后也就是恢复了对圣经的重视，而且教会也恢复了古老的传统啊，也允许以方言，以本地的方言宣读圣言。而且也恢复了由信友担任福祭员和读经员，或者是唱经员啊，或者是这个宣读圣信友祷词的等等。这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参与。那么弥撒读经礼的特点我们大概看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的把它看一下，就是读经弥撒中读经的就是安排。先看一下读经礼的特点。我们都知道常年期有34个主日或者是33个主日啊，我这在唱吧里边有解释，用语音来解释，有的关注了唱吧就是公教礼仪吧，那个也不错，就是我把那个就是弥撒礼仪，就是安神父那个弥撒默想非常好，正好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课程啊，如果愿意的话或者是方便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就公教礼仪吧啊，就是15分钟，每一次15分钟，帮助大家去消化，去深入啊，去默想整个弥撒和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做一个默想，每天15分钟也不错。常年期是34个主日或者33个主日，
以及这个时期平日弥撒的读经采用的是继续或半继续的诵读方式，其主要目的使信友对全部的重要的部分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在礼仪年中的重要季节，包括降临期、圣诞期、四旬期、复活期，读经的内容是针对该时期所庆祝的奥迹。我想这个田神父在讲礼仪年的时候应该都讲过了，他把回放我看也放到群里边了，如果记不住的或是需要再回看回放的呢，可以下来以后再听。这几个特殊时期呢，就是使人借着读经的帮助更深切的了解奥迹。一等庆节的圣经的内容也是按照以上原则安排的。主日呢有三篇读经，读经一、读经二和福音，其中以三年为一周期啊，分甲乙丙三年，这个我们都知道，但这三年是怎么安排的可能就不太清楚了啊。我们每年有不同的读经，是三年循环一次，包括旧约、宗徒书信及福音。在复活期内呢，按照教会的传统啊，教会就是读宗徒大事录啊，就是在读经一里边基本上都是宗徒大事录，以代替旧约读经了啊。借此循环的扩大，凡是主日去教堂参与全弥撒的教友，在这三年内这样几乎听到全部的福音了。就平日弥撒呢只有两篇啊，刚才我们说的主日是三篇读经，平日弥撒呢只有两篇读经。读经一呢是以两年为一循环，分单数年、双数年，我们现在是双数年，读旧约和宗徒书，这是读经一啊，就单数年和双数年的读经啊。注意看的时候不要读错啊，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团体里边修女不知道岁数也不大，看着怎么看着也就是30多岁，怎么就那么马虎，还是怎么是不知道，每天就是今年嘛，每天读单数年，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看错了还是怎么回事，连着读了好几天，后来神父实在坚持不了了，神父在弥撒当中才告诉他双数年一直在说话。读经二选自四部福音，内容每年相同的啊，这个读经二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参阅感恩祭典啊，一二三。这是礼仪宪章第51条的实施。礼仪宪章说，为供给教友更丰富的享用天主圣言，应敞开圣经的宝库，使在数年循环期内给教友宣读圣言的主要部分。我们大概看一下啊，我现在虽然有神父，虽然有修女在听课，其实我这个课一开始就说了，主要是针对信友的，所以有的神父跟我提议说，你为什么讲这么细？我们都知道，你讲就把重点讲讲就行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讲的比较细致一点，甚至有的时候重复的多一点，因为教友可能对这些也是初次接触，所以呢，讲的就比较详细一点。为有一些人来说听着好像是有点啰嗦，但是呢我这个课呢主要还是针对着教友的啊。那下来以后如果我们针对神父的课呢，可能就侧重于就这个神学方面比较深一点了。那么我对于修女来说呢，可能就又不太一样了，程度上不一样，那我们这个内容和用词表达就不太一样，所以也我们就是看一下旧约。我们刚才说平日读经有旧约或者宗徒书信，那么旧约包括哪些书，这都是对于一个读经员来说都需要知道的，需要掌握的最基本的。那你作为一个圣言宣读员来说，你都不知道你读的是什么，你只是知道别人给你翻好读这一个，今天读这个，那么你就读啊，所以那不合格了。你说你圣言宣读员，那你带天主发言，你连天主的话有哪些，天主已经说了哪些话，在哪些书里边记载了天主的话都不知道，那我们怎么算是圣言宣读员呢啊。所以下来以后我们自己可以翻圣经，旧约竟包括哪些书啊，包括梅瑟五书、历史书、先知书啊，训诲文学，这些我们就不念了，这个自己去看。记得在网上有个修女发了一个小视频，那个小孩我看也就是有几岁吧，也就有4-5岁的样子好像是啊，那个小视频从创世纪一直背到末世录，就是自己一口气就背下来了，那小孩真的，所以从小这个宗教教育也很重要。
这是这些啊，完了以后就是新约，新约包括四福音、宗徒大事录啊、书信和默示录啊，这些我们都应该清楚竟有哪些。然后呢，我们在担任圣言宣读员的时候，你在读今天，比如说今天读智慧篇啊，怎么怎么样，那你就知道哦，原来是属于旧约的哪一部书，你就清楚了啊。我们今天听福音的时候啊，那今天读的比如说路加福音哈，那我知道一共有几部福音啊，今天读的什么福音就清楚了。所以这个读经员很这个培训是非常重要的，都要清楚这些。好，那我们看主日节日读经取自旧约和新约宗徒书及福音。庆日啊、纪念日啊、平日读经取自旧约或宗徒书及福音书，在这些读经内以福音为最卓越的，因为福音宣读是圣道里的高峰。这个我们可以从礼仪的安排有别于其他读经可以看出，这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也有提到，在读经的时候突出福音是高峰，我们全体站立一起唱阿莱路亚，福音前的欢呼，还有上香，还有蜡烛的伴随等等，都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圣道礼仪的高峰。在弥撒经和总论六十号有写，弥撒读经的选择，主日节日弥撒读经的选择我们也要清楚。一般而论，主日节日的弥撒是有三篇读经，或许有人以为三篇读经是一个重担，这么长读三篇读经，尤其是第一篇读经比较长的时候啊，大家一听哦，这读经的一看今天的读经这么长啊，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有的是好多人名啊或者地名啊不好读，会延长举行弥撒的时间。其实呢，我们想一想，三篇读经啊，其实最多最多可以让这个弥撒时间延长三四分钟，应该到不了五分钟。但是教友就有这种就没这种意识，总觉得就是一三篇读经会长，但教友就是不会注意到，因为所选读的圣经章节并不长啊，并不是很长。因此呢这个在弥撒经书总论362号369号有说，若有极重大的理由，主教团可以决定从前两篇读经中任选一篇，而福音总不可以省略。这是那个若有极重大的理由了啊。那么在弥撒经书总论附录一，就是总论399号后面那个附录一，这是台湾主教团关于弥撒礼规的一些规定，上面也有写，主日福音前之两篇读经可以视情况需要只选一篇啊。这重大极重大的理由，比如说在一个养老院里边，老人们都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甚至上百岁，都很累了，你这他们就精力达不到啊。我去过，我在香港的时候去过一个几个养老院，养老院他们举行弥撒全部由老人来担任职务的啊，最年轻的他在读经啊，最这个什么的老人也做信友祷词的啊，行动不方便的就在他自己座位了。所以像这个样的时候，老人有的生病了啊，身体这个体力不支，所以就看情况了，有极重大的理由的时候那么觉得读经长，尽量的就是缩短弥撒的时间，可以选一篇。平日读经的选择，连续性的平日读经，若因节日、庆日或特殊庆典中断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来一个庆日，你像我们前些天7月22日就是个庆日了啊，还有前面那个庆日，圣马尔玛，那不是叫什么吗？啊，圣马达雷娜也是一个庆日啊，以前是纪念日，像我们就是常年期的这个平日，那么中间如果因着庆日啊，这个中断的这个读经，司机可以将本周要读的人全部啊，要读的，这个写错了，圣经至于啊，就是要读经的啊，这个要读的这经，司铎可以看情况了，把它看一下，如果要是
觉得有重要的哪几篇，遇到纪念日的时候，除非有指定的经文，否则的话也可以选用平日的读经，那就看情况了。另外，特殊团体举行弥撒，司祭可以选读适宜这特殊情况的圣经，但应从准用的读经集中选取。比如说中国每年的春节，它是一个平日，而且只是中国或者是亚洲的几个国家才过春节，这不是教会礼仪年必须要过的这个日子啊。在国外是不过春节的，所以像对我们中国来说呢，那我们就是以一个节日的就是日子来过，这也是教会批准的啊，这属于是地方的重要的一个节日，所以我们祭衣穿红色的，读经也有专用读经，都是批准的啊。同一篇读经的长短是有长是有短是，即同时指定数篇读经，可用其意的选择啊，这是可以选择的。但是选择的时候不是以哪个最短我们就是选哪一个啊，喜欢哪一个就选哪一个，而是看情况，应以参礼者的益处为前提。如果现在参礼者大多为青年人啊，我们就可以选择尝试的，是为了让大家能更多一点的聆听圣经的信息啊。如果年长一点的多呢，那可能我们就选短式的。反正总之是为了牧灵的益处而选择更合适的这个读经啊来读。总之关于弥撒读经的选择必须符合牧灵的要求啊，就是考虑到信友的益处，同时应注意读经选择的权限啊，读经选择的权限在弥撒经书总论359 362 390上面都有写了啊。好，这就是关于这个弥撒读经的这个选择。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弥撒中的圣经选读安排与灵修。这里边弥撒的圣经选读包括礼仪年历中的圣经选读，弥撒圣经选读的原则，还有礼仪年各时期主日读经安排及灵修，平日读经的安排及灵修啊。我们看一下，那么礼仪年历中的圣经选读，因为我们现在是做的是圣言宣读员的培训，圣言宣读员首先要明白圣言的安排，在礼仪当中圣经的安排，读经的安排。所以我们现在着重点不是在礼仪年的结构上啊，不是在着重不是在礼仪年上面，大家要清楚。因为这个会，如果我不提醒的话，可能会有人会又问一些关于礼仪年的问题。我们现在是在学习圣经选读。教会明白救恩史是以基督为中心，并且根据这事实制定礼仪年历，以每周成为主日的那一天纪念主的复活，也是小的复活节啊。所以我们说礼仪年的结构，它是以基督一生的事迹为核心，其中有两个主要的周期，请大家注意啊。我这个前应该是过年的那个时候，刚上课的时候讲复活节前我讲过这个圣周礼仪的时候有提到这个啊，圣诞周期不是圣诞期，也不是复活期，是个周期。一共历年包括有两个大的周期啊，圣诞周期、复活周期。圣诞周期就是也包括降临期了，因为是降临期，它是圣诞期的准备。复活周期呢，也包括四旬期了，因为四旬期是复活期的准备啊。这两个周期以外的时期为常年期。历年中圣人们的纪念日是为使信友能看到基督在圣者们身上的伟大救恩工程，并鼓励信友效法他们榜样，所以在礼仪年中也安排了就是圣人的纪念日。那么我们清楚了礼仪年的结构，这样呢，在教会一年周期内展示基督的全部奥迹，从降云诞生直到升天，圣神降临，以致怀着希望期待主的再来。这是礼仪宪章里边啊关于礼仪年的结构的一个说明。那么礼仪年中的圣经选读呢，
李宪章五十一号说，凡尔大公会议希望为给信友们准备更丰盛的天主圣言的餐桌，应敞开圣经的宝库。所以在弥撒读经及祷论六十六号和上古的话宗座劝谕都有说提到，凡尔所要求的改革在更丰富的使用圣经上已结出了果实，尤其是在主日弥撒中，读经集的现有结构不但更频繁地提供较重要的圣经经文，同时借由新约和旧约读经的互相影响，而帮助我们去了解天主计划的一致性。这是一种以基督及其逾越奥迹为核心的相互影响。这个很清楚了，不需要解释了。整部圣经的统一性体现在读经选集整个的结构中，为了使圣经能借着礼仪年完整的结构得以传播，我们在它的核心中发现，我们教会礼仪年的核心就是逾越节三日庆典。虽然是三日，但是它是一个庆典，一个庆典，庆典什么？庆祝什么？就是庆祝耶稣的受难、死亡、埋葬、复活，这是一个庆典。如果我们只纪念、只庆祝耶稣的死亡、受难，只是停留在这个苦难上，没有任何意义啊。所以我们耶稣他死了，然后他是天主，他复活了，给我们，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在整个礼仪年的庆祝的核心，就是耶稣的逾越奥迹，由死入生啊，由死然后自己从死者中复活了，他是天主啊。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们有了升天的希望，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将来我们也有升天的希望，将来与天主永远共享他的永福。然而这是借由四旬期的读经选集并扩展到复活期的读经选集而准备的，类似的情况同样也会在降临期至圣诞期以至于主显节的周期中看到啊。这个呢，我们就是整个逾越三日庆典，它是我们刚才说它是礼仪年的中心，所以整个礼仪年接下来我们会详细的看一下这个降临期还有四旬期这个读经安排啊。每个主日尤其是主日的读经安排我们会看一下，就是完全是围绕着逾越三日庆典的这个核心来安排的。此外，整部圣经的一致性同样也包含在主日读经集的结构或节日和重大庆日的读经集中。当日的福音章节矗立在读经核心的位置，旧约读经是在福音的光照下选出来的，而答唱咏则是由前面的读经所启发的。所以呢，我们答唱咏不是随便拿一个歌来当答唱咏。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如果连续听我课的啊，可能会注意到这修女怎么这么啰嗦，怎么一直在强调。因为我去过几个地方，他们都是随便拿一个歌曲当答唱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多我猜想是不太懂了啊，就是随便拿个歌来，就根本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而且这首歌也不是由圣经来的，更不是圣经启发来的，就随便拿个歌就把这个答唱咏的这一个时间打发了。啊，填补了，就替代了嘛？不是的啊，我们的答唱咏是由前面的读经所启发的，所以是对读经的一个回应。主日的宗徒选经则呈现出一种半连续式的书信选读，因此它通常与其他的读经并无明确的关联。在圣经与礼仪之间存在着一种组织互动的统一啊。经过了，这是错别字了，经过了应该是好了，我那个什么，我下次再下来再改。经过了漫长的世纪，在这期间圣经被写成以及圣经正典逐渐成型之际，天主子民也定期举行聚会，举行礼仪庆典。事实上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这样的聚会而创作的所以我们的圣经与礼仪只是有一个直接联系的
不能随便改的，所以我们读经集里边都有圣经选读，比如说在专用弥撒里边，我们有王者弥撒，举行追思弥撒的时候都有圣经选读，婚礼弥撒啊，就是典礼弥撒都有圣经选读啊，所以我们要按照读经集里边给提供的圣经来去选读，不是自己随便这样选一篇读经，因为我们的圣经和礼仪年它是有安排的。在所谓的圣言基督学的核心里边，必须强调天主的计划在降生的圣言内是贯彻一致的。啊，新约展示出了逾越奥迹符合旧约圣经，且是他们最彻底的应验。啊，教会明日的教育学随着礼仪年的节奏宣读并聆听圣经，在这一切行动的中心，逾越奥迹彰显、彰明、昭著，一切基督奥迹的和救恩史都是围绕着它，并以圣事的方式啊实现出来。凡尔强调圣经在教会及信友生活上的重要，为此指定在举行礼仪时应提供更丰富、更多变化、更适合的圣经经文，这是在礼仪宪章里边提到的。尤其在弥撒当中，为把天主圣言更丰富的供给信友享用，做他们的神粮，应敞开圣经的宝库，在数年的循环期内将圣经珍贵的部分给信友们宣读一遍。在1969年5月份圣弥撒圣经选读程序出来以后，下来以后，我有这一个这个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我看看到时候发到群里边，如果我看一下方便的话发到群里边，为全球教会定了主日及平日的弥撒读经这都是那什么了都是为普世教会的了。这新的弥撒圣经选读安排有以下几个特点主日及节日的读经是这样安排的，就是以甲乙丙三年安排的如果甲年是2014年，那么乙年就2015年，丙年2010，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主日及庆节有三篇读经，读经一选自旧约复活期除外复活期我们刚才说了，选自宗徒大事录。读经二选自宗徒书信或末世录，读经三选自福音，依次为马窦甲乙丙三年马窦、马尔古、路加每年只读一部福音。若望福音没有自己的年份，但是呢若望福音我们在每年里边都可以听到，因为若望福音被分配在礼仪年的重要时期在复活期、四旬期的最后三个主日、圣诞期及圣诞后的主日，以及这礼仪年中的数个节日都有听到若望福音根据这个每一个节庆日的这个礼仪精神。主日三年循环的读经选定按两个原则做安排的。第一个原则是在常年期采用半连续式的，依循福音本身的次序，按照个别圣史的安排，从头至尾的选读耶稣公开传教的言行实录。那么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在降临期、圣诞期、四旬期、复活期及各大庆节，采用主题配合式的选读的片段，配合该时期或者是该庆节的主题。常年期主日的第一篇读经通常都配合第三篇福音读经，就是福音了，福音的主题。第二篇读经呢是以半连续式，让人听到各宗徒书信，偶尔呢也会与第一及第三篇读经配合。四个礼仪时期的主日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降临期、圣诞期、四旬期、复活期了，三篇读经通常都互相配合的这四个重要的时期，这是主日了。那么平日读经的安排呢，平日就是有两篇读经了，就是按照两年循环，有双数年及单数年，选自旧约及宗徒书信或末世录。读经二就选自对观福音了依次序为马尔古、马窦、路加单数年或双数年都是一样的，即每年都读这三部福音。在四个礼仪时期，也就是降临期、圣诞期、四旬期、复活期，平日也有特定的读经，不分单数年和双数年在这特殊时期礼仪时期里边，采用的是主题配合式的选读，第一及第二篇读经的主题是相互配合的。这个读经员
在读经的时候，尤其是你读经不是而读一次啊，尤其是我们下下来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讲完，如果今天可能讲不完那就下一次，我们会有就是发给大家一个祝福读经员的一个仪式。那么如果祝福读经员呢，那你就成了一个就是至少是在短时间内的一个算是也算是个临时，当然不是和我们前面讲的法典上要求的读经职和这个服祭职不一样，但是至少在堂区里边你是一个读经员，至少临时读经员啊，在3-5年之内比如说那也需要这样有一个培训，要明白在整个礼仪年里边这个弥撒读经的安排。办连续式安排及主题式安排是怎么一回事呢？不同读经的主题互相配合的目的是要凸显出新约与旧约的互相关系。借着这三篇读经，教会把旧恩历史的各阶段密切连贯起来，并综合的将之纪念宣布实现。耶稣是旧恩历史的中心，旧约在他身上满全，教会是他的延续，所以三篇读经的中心及高峰是记载耶稣言行的福音。所以有的地方我们知道了这个中心，我们围绕的整个就是救恩史的这奥迹，为什么有的地方接过去没有选呢？就是在救恩史的当中不是特别重要的地方，它只是选择了就是重要的与整个救恩史当中的你像人物也好事件也好特别突出的就会选就会选到弥撒读经里边来。在弥撒读经中，教会以福音记载的耶稣言行为中心，在追溯旧约及聆听初期教会的见证，能深深领会救恩历史的一贯性，欣赏救恩计划的美妙，也能为这救恩在今日世界的继续发展得到丰富的启示。所以这个我们清楚了，这个在弥撒读经中是以耶稣记述耶稣的言行为中心的。那么主日读经的第一篇通常都是旧约了除了复活期它是宗徒大事录，与半连续的第三篇福音相互配合，但第二篇宗徒书信或者是末世录却自成了一个半连续的系列。这安排呢是要让主日读经除了借着凸显新旧的关系来叙述旧恩史外，也让信友能听到宗徒的教训，令主的圣言的宴席更行丰富。平日两篇读经各自按半连续方式安排，也是为了让信友可以一方面完整的听到各福音圣事的记载，另一方面呢又能接触到新旧约其他经书的较重要的段落，这是刚才我提到的好，这是关于这个弥撒的圣经选读大概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再来看一下礼仪年各时期的弥撒读经，我希望今天能够结束，不知道能不能结束，因为礼仪年各时期的弥撒读经选读各时期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这个降临期、圣诞期、四旬期、复活期，然后一个常年期各时期的弥撒读经选读与灵修。那么礼仪年各时期的弥撒读经，我们刚才说有两个循环周期，圣诞周期读经的安排包括降临期的主日及平日读经及其灵修，圣诞期的主日及平日读经，它和这个周期的礼仪精神是相配合的。那么复活周期的读经安排呢，就是四旬期主日及平日的读经，逾越节三日庆典，这三日这是一个庆典这三日庆典的安排读经是非常重要的。常年期的主日读经及其灵修。那么我们先来看圣诞周期读经及灵修的意义，它是怎么安排读经的？根据这个礼仪年的这个精神和意义，在教会年历的文件中，圣诞周期有一个恰到好处的名称，
对主显现的庆祝啊。因此，在圣诞周期的几个星期里，教会是在真正庆祝主在过去的诸多显现，并期待他在时间末期最终光荣的显现。在这个周期，教会所庆祝的基督显现的奥迹，包括降临期，就是预备主的第，这是应该是纪念主的第一次，纪念和庆祝主的第一次将来，然后期待和预备主的第二次将来，应该这样的。圣诞节及其八日庆期，及与圣诞有关的其他的节日啊，这教会所庆祝的这一段时期的这一段时期庆祝的基督的奥迹。那么降临期的意义及精神，降临期有双重的特质，这是圣诞节的准备时期，准备圣诞节回溯天主子来到人间的第一次降临啊，这个时期也由此纪念而引导人心归向他在时间终结的时候第二次来临啊，这在历年历39号有提到。那么我们清楚了降临期的意义和精神，那么我们看一下教会安排降临期主日及平日的读经。在降临期的主日读经呢，每篇福音读经都有一个独特的主题。第一主日，降临期第一主日是安排的主末世的再临，第三主日是安排的喜者若翰啊，这就是关于福音了，以及为主的诞生，这是以及为主的诞生祭期准备的一些事件啊。第四主日只是安排的这一个旧约的读经都是关于墨西亚，就是读经一了，都是关于墨西亚及墨西亚时代的预言，尤其是取自以赛亚先知书的章节，而取自宗徒书信的读经则包含了劝诫和宣告，都与降临期不同的主题相符合。这是在弥撒读经及导论就是三号里边啊，给这个内容，这个比较清楚了。我们看一下，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看一下降临期一共是四个主日。四个主日，你看旧约读经啊，这是第一篇读经，第二篇读经是宗徒书信，第三篇是福音啊，所以这三篇都是配合的。我们就拿第一主日来做例子。第一篇读经，第一个主日，降临期第一主日的第一篇读经是墨西亚光荣来临，带来和平，施行正义啊！因为是降临期，所以是准备就是庆祝圣诞节的啊。那么第二篇读经呢啊，基督徒应警醒和祈祷，准备主的来临。那么福音呢，就描述主的再来，人们应警醒祈祷，忠信到底。所以我们如果不清楚降临期的意义，我们就不明白，那么圣诞节了，怎么还描述主的再来？描述主的再来，人们警醒祈祷呢？我们不是庆祝耶稣圣诞吗？不是准备过圣诞节吗？什么演节目啊，搭马棚啊，圣诞树啊，什么平安果啊，不是准备这些吗？怎么有主的再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先清楚这一段时期它的礼仪的精神和意义，所以才会帮助我们明白圣经选读的就是为什么圣经要选择这一篇圣经啊。这个降临期第一主日这三篇读经给我们带来的灵修讯息，就是教会应注视基督光荣和威严的再来，保持警醒、忠信和希望。所以前两个主日，你看降临期第二个主日的灵修信息也是基督末日再来是为人类得救的时刻，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和准则，忠信必能得救。那么第三个主日呢，就是上主的来临啊，万民将欢乐。所以我们说降临期的第三主日是喜乐主日啊，那么我们要感恩啊，主的日子近了，要祈祷。那么灵修信心，上主的临近是降临期欢乐的动机，努力活出信仰生命的人，我们将这份喜乐分享给其他的人。那么降临期第四主日就已接近圣诞节了，那么他的这个读经选择呢，就是第一篇选择啊，先知预言的厄马努尔，
那么书信呢就选择为迎接基督，信徒应在现实生活上做好了准备。那么福音选读呢，就墨西亚是达维之子，玛利亚之子。你看这就越来越接近圣诞节，那么教会所安排的读经就让我们怀着一颗喜乐的心去准备迎接这位就是天主子俄玛努尔，迎接天主圣言。所以我们的降临期的准备，一方面是纪念，让我们回顾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也是让我们期待主的第二次来临。在这个四个主日的读经里边，全部都给我们传达了这些信息。好，我们看一下降临期平日读经。降临期平日的读经刚才我们是看的主日读经，启发降临期的平日的读经启发我们对那已经来过并将要再来的那位的理解。为了让神圣的经书活起来并产生意义，我们每天需要不断的发问：我们等待的那位是谁？他来对世界和教会有什么意义？我们需要以什么心态准备迎接他？此外，我们还需要了解教会如此安排弥撒读经的原则，以及这些读经之间的联系。刚才我们就简单的看了一下这四个主日读经安排。如果我们细细的去明白了这个整个读经的安排和降临期的这个意义之后，我们在每一天就是去参与弥撒或者是举行弥撒的时候，去聆听每天的读经信息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什么搞什么这个灵修那个灵修，那么多的灵修现在是吧，我现在一下子也说不上来，伊纳爵灵修是吧，又说什么心理灵修，什么大自然灵修，太极灵修，什么还有什么灵修，一大堆的灵修。其实最适合每一个人，最适合每一个人，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这个礼仪灵修。礼仪灵修最接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按照教会所给我们安排的每天的读经，每天的礼仪，我们去。今天我们是纪念圣伊纳爵，那么教会给我们安排今天是必行纪念日，那么我们就去追溯，我们就是去效法这一位圣人的榜样，他是怎么样和天主的一个关系，在这个他的生活在世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完成了天主交付他的使命，他和天主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特别祈求这一位圣人为我们代祷等等。我们每一天按照教会礼仪年给我们安排的所庆祝的不同的主日节日庆日纪念日包括自由纪念日也好，我们其实去这样的去生活，那是也是非常好的。其实不必要去到处学那么多的灵修，结果一个灵修也搞不懂，最后弄得还是乱套了啊。降临期读经，我们现在刚才看完了主日读经，我们现在在看平日读经了啊。平日分两段时间的平日，降临期第一主日后星期一，也就是12月16日当天啊及之前这一段平日，降临期第一主日后星期一一直到第二主日的星期三，这一段时间的读经都是取自伊撒伊亚先知书。在这些圣经章节里，我们可以听到关于墨西亚的预言，不仅描绘了基督本身以及对天主国的描述，福音的选择则是和读经一有关。此阶段读经安排决定性的因素就是读经一，在默想圣经经文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应先看读经一，然后再转向福音，并反省两者之间的联系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清楚了以后，下来以后我们再还有几个月呢啊，我们到降临期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我们去准备去按照每日啊每主日每天给我们提供教会给我们提供的这里一年的读经选读真的是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参与每天的礼仪了。那么从降临期第二主日星期四一直到12月16当日
这一段时间呢，福音都是关于喜者若翰的。读经一或继续选读以赛亚先知书，或者是根据福音内容选择其他的圣经章节。此阶段读经安排的决定性的因素就是福音了。在默想此时的读经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应首先是福音，之后呢再转向读经一。那么在12月17到24日啊，这几天的降临期最后几天的读经都是作为基督圣诞庆祝的一个准备，因此我们在礼仪当中听到的都是主降生前夕发生的事迹，也就是马窦或者是路加福音第一章所记载的啊。读经一则是根据福音从不同的旧约经书中选择的，而我们在默想这一段这个阶段读经的时候呢，要先注意到福音，然后才是读经一。好，那我们现在比较清楚了，看一下降临期平日读经的安排。降临期就是在12月16日之前和12月17日到24日啊，这一段时间这个读经安排。第一主日啊，星期一到第二主日星期三，第二主日星期四到12月16日啊，这一段时间的安排刚才我们说了。以赛亚主要是以赛亚提供的关于墨西亚的不同预言，描述了他是谁，他将带来什么啊。关于福音呢，就是选择与旧约读经有关系的，证实了先知预言如何在基督身上实现啊。牧灵与灵修的建议呢，就是让我们默想圣经的时候，建议从旧约到福音反省二者的联系。此时关注的人物关注的人物是就是以赛亚啊。那么圣诞节前的准备呢，就是12月17日最后的这几日的准备。那么这是旧约呢，就是根据福音选读不同的旧约啊，它特别要我们注意选读的是马窦和路加所记述的耶稣诞生前的前夕的这个事迹。默想的时候是从福音到旧约，此时呢教会转向玛利亚，和他一起准备迎接基督。所以我们清楚了啊，明白就是降临期平日的这个读经安排之后呢，我们就比较有一个连贯性了，这一个时期的读经啊是这样安排的。也帮助我们去准备读经，帮助我们去随着教会礼仪年的这个进行，也准备心灵，也能够更积极的去参与每日的礼仪了。降临期的意义与精神啊，它是有包括三次来临啊。为什么说三次来临呢？我们不是都是说两次来临吗？我们所说的三次来临指的就是降临，它是纪念基督的第一次来临，就是耶稣2000多年以前诞生在马槽里边啊，我们庆祝的圣诞节。那么第二次来临呢，就期待耶稣基督第二次末日的最后来临。那么我们所说的第三次来临，就是耶稣每一次在我们的感恩圣祭里边，他都来临。我们就是在礼仪当中庆祝基督在礼仪奥迹中来临的特殊时期。当神父他念到，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喝，这就是我的血啊，为你们而牺牲，你们要拿去吃。当我每次念成圣体圣血经文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他把我们肉眼看到的饼和血变成了实质的他的实质的一个改变，变成了他的体血，这是耶稣的来临。然后他不但来临，他还要和我们结合，是这样的。每一次的礼仪都是一样。我记得我在我们学习就是圣周礼仪的时候，给大家讲那个圣知主日啊，还有这个逾越三日庆典的时候，特别提到的就是今天两个字。我们不是在重行啊，只是纪念过去发生的事情啊，只是在再次就是按照以前那个样的事情再重新今年再纪念一下，再重新举行一下啊，再模仿一下，不是的。我们的礼仪都是啊，耶稣在圣经当中所说的今天应验了，今天此时此刻，礼仪就是此时此刻。我们聚在这里的此时此刻的信友，
参加礼仪，耶稣就在我们中间。此时此刻，张神父、李神父、王神父或是哪位神父啊，此时此刻他在举行，他就代表耶稣基督，而是此时今天就在这里发生了。今天我特别准备了读经，我特别默想了今天的读经，我非常的渴望参与这次弥撒感恩圣祭，我特别为一个意向祈祷。那么我今天在读经的时候，在领圣体的时候，我特别有一个感动，我很非常有意识的意识到了主的亲临，我与他碰触了。那么今天天主圣言，今天我就遇到了天主，今天他的恩宠就临到了我这里，临到了我身上，他就会结出果实，我也让他的恩宠借着我结出果实。所以我们的礼仪就是一个啊，此时此刻的一个领受恩宠啊，而不是一个走形式尽本分啊，去走走过场，不是的啊，每一次我们都领受丰富的恩宠。三位人物，那我们说在江陵期里边啊提到的有三位人物，一个是伊撒伊亚，一个是希哲若翰，还是玛利亚。所以这三位人物都给我们在借着读经带给我们一些讯息，让我帮助我们准备啊，在江陵期里边准备迎接基督的来临。有三种心态啊，借着伊撒伊亚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就是我们心怀渴望，真诚的期待天主的救援。那么希哲若翰呢，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帮助我们准备聆听呼声，在生活中不断的皈依，准备主的道路。那么在玛利亚身上呢，我们就是随时准备好在祈祷与生活中回应天主的召叫啊，像玛利亚一样回答是，让基督诞生在我的内心，孕育啊，诞生成长，是这样。好，圣诞周期圣经选读，圣诞期啊，包括主日及平日读经，圣诞守夜及圣诞节的三台弥撒的读经，全按罗马礼仪传统，每年都重复诵读啊。这一个我在那个这个公众号里边也有写啊，这三台弥撒是教会允许啊，是可以做三台弥撒，不是必须的。但是呢，我们常常看到大陆教会好像都是一定要举行三台弥撒，甚至四台弥撒，包括前夕弥撒了啊。我们所说的三台弥撒不包括前夕弥撒，但是我们都是习惯上啊，就是把三台弥撒当成了教友也这种这叫什么呀？也要求神父必须要做三台弥撒啊，就是好像就是说不做三台弥撒不行啊，就不算过瞻礼一样啊。其实这在礼仪年当中，这个不是必须，是可以的啊，许可的，是许可做三台，这是由历史那个什么，我们就不讲了。在这个公众号里边，我有发上一个文章，上边写着圣诞节的三台弥撒的由来，可以看一下。圣诞节八日庆期内的主日啊，就是圣家节了。福音是有关耶稣童年，而其他读经是论家庭生活的德行。圣诞节第八日是天主之母节，读经呢是有关童真圣母，童真天主之母及耶稣圣灵的。所以它每一个主日都有主题，每一个节日都有主题，所以它的这个读经呢是根据它这个主题安排的。圣诞节后第二主日，专论圣言降生的奥迹，主显节的旧约选读及福音，沿用罗马传统；而宗徒书信则论万民蒙召得救恩、主受洗节的读经，是论及这事件的奥迹。那么我们现在整体来看一下这个圣诞期圣经选读啊，圣诞节有这个子夜弥撒、黎明弥撒、天明弥撒啊，这个呢就是。有三篇读经了。旧约读经是黑暗中百姓看到了浩光，因为有一个儿子为我们诞生了。书信呢就是天主的恩宠已显示出来，基督徒应生活纯洁，热心行善。福音宣读呢一个关于万民的大喜讯，因为救主诞生了，他是主，墨西亚。
啊，那么给我们带来的灵牧灵与灵修信息，就是一个神奇的交换：天主子与人子，光荣与黑暗，光荣与卑贱。天主子成了人，取了人的形象，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灵修信息。当我们聆听了这三篇读经以后，那我们该有怎么样的一个反省？我听到了这读经之后，对我我听到了以后对我有什么帮助，给我送来怎样的信息，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说我们知道了今天读的是什么，每年都这样读，不是啊。那么关于黎明弥撒、天明弥撒也是一样，都有专用的读经，我们就不一一看了。那么关于圣诞期内庆节圣经选读呢，这个下来以后大家都可以自己等到时候尤其是圣言宣读员神父更是了那么在一定要提前准备所以我在给神父们要上课的时候一定要提醒神父们，一定不要举行没有准备的弥撒。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哪怕是用几分钟最短的时间内，一定要准备一下不要带着情绪，也不要没有准备好也不要就是说正做了什么事情我就不直接说了。那么总之呢，在我们准备好的情况下，你现在可不可以，能不能，你准备好了吗？你代表耶稣基督，你去举行这一项神圣的礼仪，你代表天主，你去传递他的信息，你准备好了吗？先问自己一下，如果没有准备好，没有短时间内去准备一下关于这些读经呢，那么读经员也是一样在到圣家节、天主之母节、主显节、主受洗日，如果你读经的话，一定要清楚读经的安排给我们带来的什么信息，要才有可能称职的去宣读天主的圣言圣诞八日庆期内的庆节很多，有圣斯德旺、圣若望、祝圣婴孩的庆节这些读经安排呢当然都和所庆祝的这个主题有关系。好，圣诞期圣经宣读，这就是平日了，我们刚才说了主日庆节我们就看一下平日的读经。圣诞期平日的读经是以连续方式诵读全部若望福音，由12月27日至1月12日。除了1月1日天主之母节及1月6日的主显节以外，都读的全部是若望一书。福音呢，选读有关主显的福音这是12月29到30日读路加所记载的耶稣童年史。12月31日至1月5日呢，读的是若望一书。1月7日到12日读四福音，有关耶稣初次传教的记载。都是根据这一段时期的主题了。复活周期复活周期的读经与灵修。复活周期包含了主基督死亡与复活的庆典，我们称之为逾越三日庆典。在此之前就是叫四旬期，40天的准备期。在此之后是50天的喜乐庆祝，我们称为复活期。这样呢，复活周期就清楚包括三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准备期四旬期，一个是中心的核心的庆典逾越三日庆典，然后就后面的50天的喜乐庆祝期、复活期。四旬期的意义和精神四旬期开始于圣会礼仪星期三，持续到主的晚餐弥撒前为止，这一段时间叫四旬期这是为在复活夜达到高峰的逾越三日庆典做的准备时期。离宪章109号说，四旬期的双重特质就是特别借着纪念灵洗或预备灵洗，并借着苦行信友们更热切地听取天主圣言，并专务祈祷，以便准备庆祝逾越奥祭这是我们清楚了四旬期的精神和意义之后，那么我们就帮助我们明白四旬期的读经安排了。四旬期主日的福音选读有以下安排：第一，第二主日分别按三部对观福音，论耶稣受试探及耶稣显圣容。
最后的三个主日啊，甲年啊，分别讲论以撒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胎生的瞎子及复活拉撒路。啊，如果要是有听我讲圣周礼仪课程的，这个全部我们都讲过了。嗯。由于这三篇读经对基督徒入门礼有重大的意义，也可以在乙年和丙年诵读，尤其在有慕道者的团体内，否则仍选读特为乙年及丙年安排的福音。基督教福音中论基督将借十字架及复活受显扬，路加六福音。那么受难主日的圣职游行福音选读取自是对观福音中有关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记载，弥撒呢则按照三年循环选读对观福音所记载的受难始末，旧约选读的是有关救恩史，这是四旬期专有的教理教材，由救恩史的开始一直到应许新约为止，宗徒书信则尽量配合福音及旧约的主题。好，我们这样看比较清楚一些。那么四旬期啊，从圣会礼仪啊开始，有四旬期第一主日如果有慕道者的话举行甄选礼，有第二主日、第三主日、第四主日啊，第三、第四、第五主日是考核礼，这都是根据凡尔以后这个基督徒入门圣事礼典上面教会要求的。如果要是有慕道者的话，要举行啊这个甄选礼和考核礼。那么这个读经安排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圣会礼仪我们都清楚，这是四旬期的开始。开始进入就是准备悔改补赎，领圣灰是一个标记啊，开启悔改和更新的旅程，指向我们就是准备与基督一起复活的这样一个旅程。那么第一主日的这个安排呢，就是有旧约书读经书信选读，然后给我们带来的牧灵与灵修的信息，就是耶稣他是所有信徒的标记，需要这个经历并战胜诱惑。因为这个第一主日的福音他选自的是耶稣三推磨诱啊，也让我们记得我们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世俗的世俗里，我们经常会受到诱惑，我们该怎么样去就是战胜诱惑，借着天主的圣言啊。好，这是第二主日，然后第三、第四主日我们就不说这些了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就是四旬期的每一个主日读经都是渐渐的安排，让我们越来越复活期的这个准备期，就是其实主要还是针对这个慕道者的啊。虽然我们不是慕道者，我们已灵洗了，那么也是让我们回顾，让我们纪念我们的洗礼。所以在复活期，在复活守夜主日那天，我们一起要宣信，重申我们的信仰宣誓。所以第三主日、第四主日全部都提到的是洗礼啊和信德的恩赐。关于就是耶稣与撒玛利亚人的谈论，或者耶稣治好胎生的瞎子也是一样，都是指向洗礼的啊。所以我们的虽然领过洗了，仍然是让我们记得我们是领过洗的天主的子女，让我们重新再拾回啊，重新我们再恢复啊，让我们恢复与成为天主的子女，而与耶稣一起死于罪恶，活于天主，领受一份新的恩宠，生活在耶稣复活的光荣中。这是关于四旬期主日的读经安排。那么四旬期它是准备基督信徒的心灵啊，就是同时呢也是将在复活守夜礼中接受圣洗圣职的慕道者做最后的准备啊。所以我们在逾越奥迹相互的关系之下，才能找到四旬期读经更深层的意义，为什么教会这样安排读经。那么四旬期一些圣经解读啊，关于在四旬期内提到的一些人物啊，有就是
创世纪、出谷记等这些里边的人物给我们提到，也有讲述一些，比如说新的开始、新的创造啊，属神的民族与天主亲密的关系等等，那都这些人物也好，这些圣经章节都是帮助我们所有基督徒明白洗礼啊，我们借着洗礼使我们更新生命。借着我们的准备、补赎、悔改，这是一个过程，让我们重新走向一个重生，由死入生，死于罪恶，活于天主，并重新和天主建立的这一份关系。四旬期读经还有提到其他这么多的人物，关于侦探大卫、厄利亚，这些我们就不详细的看了，因为时间关系，下来以后我们在四旬期的时候大家都注意一下，就是这些我们所给大家就是一个提示吧，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去认真的去准备。还有提到约纳，最后又提到耶稣，这些四旬期的时间比较长，整个的读经安排都帮助我们去悔改、部署、谦逊、信赖、聆听圣言，去领受丰富的恩宠。在圣周内就圣周的这个读经安排更是按照当日礼仪的主题了，苦难主日我们也叫基督苦难主日，因为我们通常说的圣知主日。这个旧约安排的上主仆人之歌，这书信呢就是基督贬义自己，服从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圣知游行的选读，首先在圣知游行的时候就是选读的那个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这段福音，弥撒中则轮读对福音受难史，因为这个福音受难史是当日的庆祝奥迹的这个主题高峰而不是在圣知游行上，圣知游行只是一个隆重的进堂礼，所以呢这个我们叫基督苦难主日。那么在基督苦难主日给我们的灵修信息呢，就是墨西亚他是谦逊与和平的君王当我们在参与圣知游行的时候，我们是走向一个天国的旅程，大家一起拿着圣知，这是一个标记，信德胜利的标记，苦难复活的一个开始让我们参与基督的苦难，好参与他的复活，与他一起复活。圣周一二三，这是在圣周内的平日，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三天里边所记述的都是仆人的诗歌，也是让我们继续准备就是纪念基督的苦难和沉思反省耶稣逾越奥迹的这样一个庆典。那么四旬期平日的读经读经一是非连续方式，选自不同的旧约经书。关于福音呢，旧约与福音主题是相互配合的，讲论各端的四旬期的教理。那么这个呢我们在四旬期第四周星期一开始还有四旬期第三、第四、第五主日可以选读这个以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治好胎生的瞎子、复活拉撒路的福音。所以这个呢它是根据福音来选的。那么逾越三日庆典的读经，逾越三日庆典我们说是开始于圣周四就是晚餐前
对不起，月三日庆典是开始于主的晚餐弥撒，主的晚餐弥撒在复活前夕达到高峰，并以复活主日的晚祷作为结束，这是一月三日庆典啊，纪念主受难与复活的三个圣日，就是一月三日庆典，在教会整个里一年的最高峰啊，虽然是三天，但是它是一个庆节啊，庆祝耶稣的逾越。逾越是怎么称为逾越？就是从受难到死亡到复活，这是一个逾越，由死入生啊，这是这一个。那么我们也称为逾越三日庆典，也叫复活三日庆典。那么圣周四晚上的弥撒是纪念基督在逾越节晚餐中为门徒洗脚的感人事迹啊，也诵读保禄所论的基督徒逾越奥迹，这是我们的就是感恩圣迹。那么圣周五的纪念呢，是主受难的礼仪，它也是圣周四礼仪的一个延续，因为圣周四礼仪没有结束，圣周五没有礼仪啊，就是一个朝拜十字架，没有弥撒啊，有礼仪没有弥撒，所以圣周五呢，我们只是一个领圣体，那么也没有结束。那么圣周六呢，晚上我们才有一个，就是庆祝啊，基督的复活。圣周五纪念主受难的礼仪，是以若望记载的受难始末为焦点啊。以赛亚先知宣告上主的仆人，借着自我奉献与天父而成了唯一的大司祭。月三日庆典读经，复活守夜礼中安排了七篇啊读经，一共是九篇，其实啊，七篇旧约，这是七篇旧约读经，论天主在救恩史中的奇妙工程。另外有两篇新约读经，一个是圣保禄总督论基督徒的洗礼，是基督复活的圣事啊，即按照对观福音宣布主的复活，这是九篇读经。复活主日的福音啊，选自若望所记载的空墓的事迹，但也可以选用守夜的福音。而在复活主日黄昏弥撒中呢，选用路加所载的厄马乌事迹。第一篇读经选自宗徒大事录，这经书将在整个复活期内代替旧约读经的位置。所以在复活期内所读的读经一都是选自宗徒书信，因为这宗徒书信所记载的就是耶稣复活后的这一段，就是事迹。这个比较清楚一点，我们看一下圣周主的晚餐，就是建立圣体圣事，都是围绕着建立圣体圣事，圣职圣事，颁布爱德的诫命，所以选择读经呢，就是叙述旧约的约节晚餐，书信呢，就是保禄传统的晚餐的叙述，福音呢，就是若望所记载的为门徒洗脚，那么主受难日呢，就是安排的上主的仆人。基督将苦难荣主救人，那么带来的灵与这个灵修的信息呢，就是教会圣经诵读礼仪的典范，十字架是基督徒生活的中心。那么逾越守夜礼，逾越节守夜礼，我们好像就是传统上固有的这么一个认识吧，教友一般一问问题就能听出来，就说望复活，望复活。其实这个我们在我讲圣周礼仪的时候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圣周六的确，圣周六这一天是望复活，它有望复活，这有是耶稣被埋葬和下降阴府的礼仪，也有礼仪日课礼仪，我们也可以举行。但是星期六啊，我们所说的逾越守夜礼，晚上的烛光礼，晚上的复活蜡，就是灵洗。这已经开始进入宣告庆祝耶稣复活了。星期六白天这一天，我们是可以叫望复活啊，期待耶稣的复活，默想耶稣就是被埋葬和下降阴府。这个通过我们的就是星期六这一天是没有礼仪的啊，星期六晚上的守夜礼，我们是已经是开始庆祝耶稣复活了。所以教会安排的圣道礼仪的教会这个安排的圣道礼仪的读经呢，就是全部都是耶稣就是庆祝耶稣复活的这个福音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我们所宣读的旧约的读经呢，是七篇旧约，整个旧书叙述了救恩史的进展，纪念天主在历史中对人类的大爱。然后呢，罗马书指出
啊，基督徒的洗礼就是参与基督的死亡和复活。那么在逾越节守夜里，星期六晚上这一个时刻呢，就是真正与基督一起复活了，领受洗礼，成为一个新人，是这样的。那么复活主日呢，宗徒大师录讲述的伯德禄宣讲和见证，使外邦百夫长皈依。书信呢，讲述基督徒该如何跟基督一起复活度新生活。那么福音呢，就是一个空坟墓的描述，耶稣的爱徒一看见就相信了耶稣复活了。所以复活主日这一天我们举行的弥撒，也是耶稣基督复活，他成了永生的见证。我们也要度一个新的生活，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成为他的门徒做在生活当中做一见证。好，我们到时间了，我们没有完，那我先来看一下，应该也差不多了。哦，还有那么多，还有那么多，我们下来再说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的聆听，我们下周再继续。